会场。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金发局跟树创这边提供我们食物，所以各位不用完全不用担心任何吃饭上的问题。那你只要担心说可能吃的太多，体重会增加的问题。所以偶尔要起来动一下，不要爆肝。那今年高雄有三个会场，台北、台中、高雄。那我们会在今天下午4:30的时候会跟日本那边做一个连线的部分。那 Unity 嘛，大家都很熟了，每一年都有 Unity 的。哪一年不是他的时候再来讲就好，这个大家都习惯。那本活动的主旨，我们只有30个小时，然后我现在还在这边拖你们的时间。其实大家不用想太多，福建跟卷一向都是佛放的，大家心情就是放轻松，你就做你想做的东西，那不要做太超过规则外的东西就行。等一下后面会提到。那包含各位，虽然说有些很熟，你们是组队来参加，那有空的时候也请到各组交流。你难得这天有40几个人都对游戏有兴趣聚集在这个地方，那这不要太避暑，你也可以跟工作人员交流。那个你code不会写的话，工作人员会帮你写，没有？我们有技术资源 ，OK 的。那其实辅导跟圈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说，因为之前大家知道吗？有日本有大地震的关系，三一大地震造成的辅导核灾。那这个活动目的就是希望说，经由 IT 产业这边的创意，然后替灾区那边的民众打气加油。这个注意事项就是佛放了，没有什么太严肃的东西，放轻松，不用想太多。那如果身体有状况的话，那请务必找工作人员，那你不要太勉强，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有人撑到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的，要非常的猛。可是这个事实上是不好的示范，要做游戏生命就是爱狗。每年都要用一次的梗，对，你睡着你也不要硬撑啊，对，告诉你的队友说我现在没有睡着，在眼皮上面画上眼睛，但是你的手没有在动的时候还是不行。这不用勉强了，这往年一直都有在跟各位提示的，这身体状况最优先，就算你的肝还很新鲜，也不要这么急着现在用坏它。那本会场环境非常的良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那请因为会场的维护也是不太容易，那请各位帮忙维护场地的清洁。音量的话，基本上应该不会吵到楼上都听到了，所以我没有在开轰趴，所以这点各位就尽量保持就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目的是要替灾区的民众打气加油，那各位请不要做太猎奇的东西，对，请血腥暴力的，暴力基本上的话应该是还好了，反正可能大家从小看那个米老鼠的卡通长大的，那个里面打人是没有再缺的。不过其他那种比较过激的表现，就希望各位不要，请控制，请节制一下。对，如果你很喜欢画暴乳的话，那可能也要节制一下。拜斯，你在偷笑？你要拜斯，就是你，你是不是喜欢？你是不是喜欢画暴乳？自己承认，没有。那第二点就是著作权的问题了。那请各位在使用一些网络上的资源的时候，请务必注意它的著作权了。你可能会找一些免费的音乐或是素材等等的，然后加到游戏使用，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在使用之前，请先注意说它
是不是有规定怎么使用。然后如果各位有在用推特或是脸书的话，你可以标签打 FGJ15。那 WiFi 的部分刚才跟各位公布，那后续的话，我们真的会再补发活动事项给各组，关于相关的一些资料都会列在上面。场地介绍，这老梗了，有些参加，其实本场地那个在前面报道出面，后面还有饮水机。如果各位你有需要喝水的话，你可以带杯子，然后去后面饮水机用。包括你，如果你要泡面的话，也是可以的。吃饭的时候，请各位尽量在后面的地方用餐，因为在你前面这边用餐的话，有人要是在笔电上打翻泡面的话，我可能也救不了你。那就请小心。那如果说有婚友社的喜欢抽烟的，请务必到楼下抽烟，因为本场地禁烟。那因为本场地还有另外一个限制，就是说只有人类可以参加。如果说你的猫想要参加 game jam 的话，很抱歉，因为可能会有人对宠物的毛过敏，所以请不要带宠物到会场里面。那这边再来就是这边晚上比较偏僻，那晚上的话，如果说要去外面的话，请务必结伴同行。那我们使用的空间主要是在这一块，然后还有后面那，因为后面那边还有淋浴间跟厕所，会往那边去。前面那边也有厕所。那其他旁边这边的话，因为是其他诉讼其他公司的范围，那请务必不要到太过去的地方，避免造成一些问题。那应该这个天气这么热，应该没有人要再用电暖炉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准备公布题目。那顺便再提醒一下，那虽然说我们建议是在三点之前上传完各位的作品，因为这没有强制说一定要那个时间点上传完，但是因为为了避免说在世界各地，包括说你们会场内，大家在上传的时候，那个网络是会塞爆了，所以尽量的话，是你完成的话，你可以先做上传的动作。那还有关于说每一组到时候会跟各位讲你们的 Wiki 专业是在哪里，那你们会有空的人可以上去编辑你们的 Wiki， 你们的团、你的 idea、你们的一些资料，然后到时候你们游戏上传也是上传到这边。那冷的话，尽量你会写多少种语言，尽量写，因为只写中文的话，可能其他地方的看不太懂。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错失掉交流的机会了，所以你会写什么？如果说你需要翻译的话，我们翻译等一下可能会很忙，所以我们会尽量支援你们语言上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在进行中的是高雄的开幕式，那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游戏企划，就是你 idea 的发表。那各位到时候只要准备好投影片，如果说你要上来用演的也没有关系。大概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你会根据题目想好你们的游戏大概要怎么样子玩，怎么表现。然后在发表完游戏概念之后，四点半这边我们会跟日本的会场进行连线，报告各位的 idea。然后晚上九点半的时候会做第一次 Alpha 版的发表，所以你在九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做出可以让人家看到游戏是怎么跑，会到前面这边来，把你的做好写的 code 跟内容带上来这边，直接 run 给大家看。那明天早上的话呢，九点是发表完 Beta 版，大概在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开始发表 Beta 版。那各位也不用太紧张，不要紧张到早餐都吃不下去。
那刚才提到了三点，下午三点的时候请尽量在那之前 完成你们 final 版的上传，因为在四点半的时候我们要开始 demo show， 那会有邀请相当多的你们各位的亲朋好友，然后一些来宾来参观各位的成果。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明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们有 demo show， 请务必来看。然后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辅导天圈主要目的是要关怀灾区的民众，那他们这边有提供了原始的素材档，就是他们有一个身体跟一个手，那各位基本上会以这个当成创作素材的一部分下去发，用各位的创意把它画成上面，你看可以看到有一个小人嘛，把手举起来的样子，那你会把这个素材做到里面的游戏，你们的游戏里面。好，主题，今年的主题，各位可以准备一下笔抄起来，因为你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想象一下，因为我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各位可以开始去网络上查，因为辅导跟圈的传统就是他会给一个动作，像某一年的主题是 jump， 那你 根据你怎么去诠释，自己去解释这个字，然后你们从这个字再去延伸出你们的创意是什么。他没有固定说 你一定说你要照字面上讲，你可以按根据 他的意思然后去延伸说你的想象是什么。中文翻译哦，哇，我们在刚才台中那边的 有人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翻译啦，他翻译是爆冲，不过不见得是这个意思，就随你怎么想象。因为如果说我刚才哇 sorry 不是 sorry 啊 sorry 啊，滑翔翱翔或是高飞的意思，高飞啊，高飞，高，那个可能会用高飞狗会有恶创的问题，请不要使用那个。你要逆风高飞吗？逆风高飞吗？那好，这边主题公布了之后，那我们再提示一下一些相关的子规则。那子规则务必要注意的是第一点跟第二点，这两点是必须的。那第一点他有提到绘画教室跟音乐教室这边会是由辅导那边的小朋友他们自己做的素材，他们做完素材之后会上传到网络上，然后请各位务必使用这些小朋友制作的素材把它放进你的游戏里面。那第二点，你们必须团结一心哦，因为你们要做的游戏是一个必须具有完整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可能六个人好，每个人都做一个小游戏，然后把六个小游戏拼起来，就说这是你们的游戏，这样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游戏。所以请务必遵守这两点。然后第三点开始，这以下的规则，这些规则都并没有强制，那是 按照各位的想象。那像说你可以去会场外面拍照，包含会场外 的外观，因为奥拉靠欧一记嘛，大家有看到吗？你可以把乌鱼子用在你的游戏里边，类似这样的方式。然后第四点，刚才也跟各位提到 FGJ15 这个标签嘛，如果各位有在上 Twitter 或是像 FB 的话，你看到这个标签有人贴图出来之后，你可以把他的图拿来用在你的游戏里面，而且要用三个以上。
第五点这个我有点非常难解释，就不过就是说你在让人家试玩的时候，当其他人提给你的建议，你得到这个建议之后，你就按照他的建议去改善你的游戏，要达成两项以上。那第六点 ，VR 装置的点，应该今天没有人带 Oculus Rift 或是其他的 VR 装置过来，所以这次跳过不提。你可以拿手机加那个纸盒、啊。那第七点的部分，他说用赞助商提供的物品做游戏内的素材，因为我们这边高雄会场这边赞助商并没有提供太多的相关物品，他没有像日本那边有其他的赞助商，所以这部分的话就其实也是可以跳过。